哎，子欣，你的手怎么可以刮鱼鳞？待会弄伤了怎么绣东西？别弄了。没关系的，子欣姐。芷晴啊，你就听子欣姐的，不要让她担心。是啊，别弄了，我帮你搞理由，拿去擦伤。 戴先生来了。戴先生好。谢谢姑娘。若贤小姐和苏盼小姐他们在吗？他们在楼上呢。那你帮我叫他们一下好吗？好。哎呦，这个戴县长，一个人要应付两位小姐，真不怕麻烦。子欣姐，易鸿先生说。 苏盼小姐是新女性，那戴县长为什么不喜欢她呀？我也不懂，读书人嘛，书读多了，花花肠子就多。嘴上讲的跟心里想的都不一样。不过，苏小姐能在若贤面前说那么透亮的话，倒真是难得。到底是读过书、留过洋、见识多广，人也大气。 若贤，思源，我和易鸿想请二位去吃顿饭。好啊，哎，请。走啊。志胜，啊，晚上刘门啊，吃完晚饭之后我会送他们回来的。啊啊，晓得了。喏，你看，和苏小姐一比。 我们就显得井底之蛙了。易鸿先生说的对，这世道变了，我们也得变，是应该多识些字，长长见识了。哎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喜欢易鸿先生，就要让他晓得，别躲躲闪闪的。万一再来一个王小姐、张小姐的来找易鸿先生，你该怎么办？ 主菜马上就到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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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就二位久等了啊！你弄一下呀！来来来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真是你做的？啊，思源可不会做菜。啊，我也是有功劳的，这火是我烧的。那我可要尝尝了。啊，来。 这么烧了谁啊？啊，这明明是没有煮烂嘛！你说已经熟了的。阿宽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在湖边捉了点白虾喂鸡，咕咕咕咕咕。什么虾？哎呦，这么好的虾，喂鸡可惜了啊！我们马上就有白虾吃了啊！稍等啊。 稍等一下啊，阿宽，吃饭了。阿宽，阿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戴县长来了两位朋友，我们没什么招待他的，就杀了你一只鸡。哎，他讲了。
发了薪水就赔给你的，就剩一只公鸡了，是用来踏蛋孵小鸡的。管家，管家！哎哎哎！少爷，有啥吩咐？我让他们在酒里放梅子，偏给我放生姜，这酒怎么喝啊？是不是想卷铺盖了？吃个酒都吃不痛快。 对不起啊，少爷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少爷酒量不要，放生姜，不要放生姜，你怎么老忘记呀？成天想什么了你？啊，今天到了。老爷，这，我跟许小姐讲了，我跟我爹不一样，我看上的女人一定是我的。哼哼，碰钉子了吧？你就讲这件事情，你管不管吧？管，我怎么管？我就不信你能比你爹强。 那个戴县长整天酸文假醋的缠着若仙小姐，我跟若仙小姐讲了，我一定要娶她。这个亲，你一定得给我提。我劝你，死了这条心，你不是她的对手。站住！要干什么去？人家许家小姐。 是读着书弹着琴长大的，就你这副模样，能讨人欢心？我们家这么大的产业，今后如何经营发展？你就不能替你爹分担一点吗？爹，这话好像是我爷爷当年说你的吧？你。 以前我们举荐你当总统，希望你能承担起为国为家服务的重责。现在我们认为你必须辞去总统之职，目的是为了避免国家陷入苦难。如果你能听从劝告，我将说服南方和东方的民众士兵放下武器；如果你拒绝，我们将针锋相对，像推翻大清朝廷一样，刀兵相见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劝告。 这是孙先生给袁世凯的最后通电。是的，袁世凯为了达到他的独裁目的，谋害了宋教仁理事长，与五国银行签订了卖国合同，还宣布我们国民党为非法组织。这个奸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黄兴先生在南京已经宣布独立，并出兵。 讨伐袁世凯，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广东四省也加入了讨伐大军。太好了，我们就应该像孙先生所说的那样，怎么推翻大清朝廷，就怎么推翻袁世凯这个奸贼。嗯，我看这个仗是打定了。 走，哎，二位哥哥，哎，进来。
少见啊。哎，上次碧螺春的茶钱，二位谁付啊？哦，水生啊，这不是又要打仗了吗？忙得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茶馆了。打仗？谁跟谁打仗？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革命党和袁大总统。革命党和袁大总统啊？那不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，一家人也会打仗啊。子欣姐怎么了？我也不晓得。下午跟她讲，警察在大街上贴告示，说大总统和革命党要打仗。她就板个面孔坐在那一动不动的。真的要打仗啊？满街都是告示的。那大志哥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。我跟水族讲好了，他在码头等着你。谢谢你，子欣姐。嗯，素盼姐姐，这是我亲手绣的帕子，上面的图案是姐姐画的，送给你。真好看。志锦，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，这瓶香水你留着。啊，谢谢素盼姐姐。素盼，还是跟思允说一声吧。不用了，她要是知道了肯定要来送我的，这样很麻烦。那我去送你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走了，你们都保重啊。你也保重，苏盼一路保重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前线的仗打得非常激烈，孙先生已经到了上海，估计大批伤员很快就会送过来。上面要我们务必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。戴县长，戴县长，水生，苏盼小姐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刚刚走的，这会儿估计到码头了。您要是现在去，兴许还能见到的。老陆，那我先去一下。去吧。还会再回来吗？我也不晓得，我想到处走走，说不定哪天想你们了就回来住几天呢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多保重。
同志们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重伤的上担架，轻伤自己能走的自己走啊，往前面走就在前面。四位兄就在前面啊。好，军医，军医，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批伤兵重伤的有多少人？啊，一共30名。慢点啊，烈火先生，能不能帮我问问，有没有人认识王大志呀？哎呀，这么多伤兵，上哪里去找啊？我晓得了，我晓得了啊。子欣姐，大志哥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倒希望他有事。伤到胳膊腿什么的，我心踏实些。我听伤兵说，仗打得很惨，死了不少人。那些死的伤的都是当兵的，大志哥已经是排长了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嗯，志华说的对，大志不会有事的。要不，我让思远再帮你打听打听。谢谢你了。刚听查克说，码头送来了好几船的伤员。嗯，我也听说了，一个个都是缺胳膊少腿的，还有很多都是被抬上岸的。他们都被抬到破庙里了，那谁照顾他们呀？易红先生还有戴县长他们几个人，照顾那么多伤兵，也够他们忙的。我想去破庙，我也想去。他们几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。照顾伤兵肯定不如我们，我也去。要是苏盼姐姐在，她肯定也会去帮易红先生和戴县长的。我没说不去啊。哎呦，来人呀、啊！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！哎，来了！哎，四元啊，拿几个干净的纱布过来，快！你们几个跑这儿干什么？这里的伤兵马上要抢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大志的事情啊，等我忙完了以后就给你问的。哎，我们是来照顾伤兵的。什么？这？哎呦，你们就别再添乱了，好不啦？啊，这里人命关天，赶紧回去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帮些什么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跟你们女人没有关系的。快回去吧。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
照顾伤兵就是我们女人的事情了，我们比你们强多了的。哎呀，你们随便吧。来了人，我这里需要人帮忙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啊来了。你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们几个女的来干嘛？给我找几个男的。哎，您别看不起我们，比男人能干，你有什么吩咐好了？啊，就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怕的。跟我来吧。干什么？腿是保不住了，锯掉！哎哎，姐姐，姐姐住！姐姐住！哎，你哎哎哎，小心啊！对不起，姐夫，让让让，小心啊！帮忙帮忙，净帮倒忙，还说什么打仗是男人的事情啊，救人是他们女人的事情。我看啊，添乱才是他们女人的事情呢。谁他娘在这管事儿呢？啊？啊，我是这里的县长，我姓戴，你有事吗？弟兄们在前线卖命，没丢脑袋也断胳膊断腿了，来到这养伤。就把弟兄们扔到这到处撒风漏气的破庙里啊！我们不知道你们来的这么快，而且有这么多的兄弟受伤，这里只是临时安排的一个地方，委屈兄弟们了，我们会尽快办好的。行，给你一天时间，解决不了，弟兄们要是闹起事儿来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好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办好的。行，我等着啊。
是在破庙里吗？怎么躺在这里了呢？ 你们没事吧？怎么都不说话呢？我一张嘴，心就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还讲不怕，差点吓死。还是子欣姐把你背回来的。我是晕倒了吗？还好是你先晕，不然。 让人背回来的就是我，我两腿还在发软呢。从小到大，我连杀鸡都不敢看一眼，我哪知道那个郎中是要咱们帮那个忙啊？别讲了，我想吐。赵委员，上来讲话吧。 哎，不了不了，就在这里讲吧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但凡能想到一点点办法，都不会来麻烦您的。赵委员，话我是听明白了，你们就是想把这工厂变成医院吧？只是临时征用，等伤兵医好了就没事了。如果这个仗打得没完没了，谁能保证别的伤兵不来呀？不会的。 现在各个省啊，都投入到讨伐袁世凯的战争里面，啊，这个北洋军很快就会失败的。赵委员，这世道都乱成什么样了，都赶上春秋战国了。北洋军是失败了，明天再来个东洋军、西洋军，你怎么办呀？赵委员，我问问你。 这国民政府让我支的这些布匹，到底还支不支？支啊！我不是讲了吗？只是征用几间屋子，该支的布啊，一匹都不能少的。我腾出几间屋子没问题，但你想过没有？我这个厂子支粮绣娘有百十来个吧？哎，这些伤兵个个干柴烈火，你也不怕把这厂子给我烧了呀？陈老板啊，我这不是也是在跟您商量吗？ 赵委员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厂子、这地，原本就是民国政府的产业。你我虽然合伙办厂，但我也是为民国政府做事啊。我知道，如果你们应征，我拦也拦不住。不过，你们一定要想清楚了。我晓得了，晓得了。 哎呀，给我！放下！谁来？姐姐，我。姐姐，你胆子最小了，拿水来。姐姐，你不要怕，眼睛一闭，一刀下去就行了。嗯，来吧。 想杀你的，我们就是得拿你开一下刀，壮个胆子。嗯，对不起了。哎，子。
静姐，还是你来吧。你胆子最大了，你来吧。我来。子欣姐，今天茶馆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镇上突然来那么多伤兵，家家户户都关门避乱了，大街小巷都空了，闹鬼一样。听说那些伤兵都搬到政府里去住了，那易红先生和戴县长岂不是忙坏了？要不咱们去看看吧，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。外面这么乱，你还往外跑啊？那要是伤兵一天不走的话，那我们还天天待在家里啊。子欣姐，你想想看啊，万一大志哥在里边，你会怎么办啊？不要乱说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外面来了一队伤兵啊，街上的铺子都关门了，咱们也赶快关门吧。不要关门，准备迎客。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各位都是为了革命光荣负伤的英雄。在下戴思远，仅代表民国政府和目睹百姓，向各位表示。表示什么呀？想打发我们是不是？弟兄们在前方打仗，负了伤，挂了彩，撤下来了，惹你们嫌了是不是？把我的弟兄就扔到这撒风漏气的破房子里，一屋子死人味儿。说好听了，你们是国民政府。说不好听，大门一锁，死一个拉出去埋一个，你们都方便了。弟兄们，我们能在这等死吗？不能。你不要误会这位兄弟。谁跟你是兄弟？老子在前方打仗的时候，
差一寸，命就没了；差一寸，脑袋就没有了。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们这些当官的，有吃有喝，有床躺，有女人睡，把我这断胳膊断腿的弟兄们的扔到这破寨子上。弟兄们，还有天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们木渎镇实在是能力有限，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慢慢提出来，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弟兄们，我们要什么呀？馒头，馒头，馒头。秘书记下来。记下来，记下来。除了馒头，我们还要什么？枕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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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枕头记下来啊。还要什么？丫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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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丫头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们这些当官的就会瞎嚷嚷，屁事都不顶。弟兄们，我们还是自己找活路吧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喊什么呀？头，镇上有家茶馆，老板娘是个女的，叫弟兄们去，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，账全部算在她头上。有这事儿？有这事儿。走，看看去。一起进。兄弟，我陪你喝茶。
是花一朵，在堂中静静等你来。我从廊下过，无心将花惹，匆匆不留痕。你的芬芳不属于我，我等到娇艳都褪了色，你是否还怀念我？你只是太寂寞，我寻遍千里也没结果，前途愈发难测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不顾天边已是秋末，都苍老了那么多。我未曾疲惫过，我记得曾经穿堂过，望眼花瓣随风飞落，随风飞。